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小伙，这位小伙据说他是长春蛙商会的群主。什么商会？燕子，蛙商会，养蛤蟆，青蛙养殖商会。蛤蟆，你们蛤蟆、那是蛤蟆商会，那不叫蛙商会、蛙商会的群主啊，究竟啥蛙商会呢？怎么是群主呢？把小伙请出来我们就知道了。来，掌声有请。全程热烈，大家好，我叫王兵，来自长春九台，我今年28岁，我的家乡是，老爷们儿闯社会，全靠脸面和地位。你今天闯的不是社会呀、有没有感觉闯的是一片刀山火海？你看这边。哎呀，大家先把眼光看看这边，然后呢，再看看右边。我们这一面灭了，今天这面咋的了？咋的？欺负我们这撇没人呢？啥意思啊？是你是不知道我们这撇火力多旺啊？我们这边要颜值有颜值，要才华有才华，就发现我们不随便，你不知道咋回事了，是不是？我喜欢的在这面，在那面你不能把我们咔咔全灭了啊！你的菜是八个呀，都要啊？啊，你菜都那边了，都要，我们都愿意跟呢。一样，你这是啊？对，这不拔菜一汤吗？麻辣烫。先上8道菜，最后留一道菜。一号三水咋的了？我又有话要说啊！灭我一个，完了又来一个不行，然后这又灭一个，完虽然是集体灭的，反正也被灭了。我祈求节目组给我上面来个小火苗。就是很气愤的那种小火苗，就5毛钱的特效呗。对，5毛钱特效小火苗啊，明白了。好，后期会给你。三水，你现在这个火气的程度，5毛的根本不够，再加1块吧。3团小火苗。要不然王哥把那8块钱的都给我上了。好。我能够感觉得到啊，小伙子今天一定是有备而来。看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先留个悬念。特别想知道意中人是谁哈、来。那就不用往那边看了啊，这边也不用看了，都在你心里了，赶快挑。这答案的范围很小，肯定是9到16号。几号？偷偷的看一下。人写的不是号，人写的是字儿。啊，这小伙挺聪明啊！呀、这燕子姐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谁啊。燕子，你中文水平也不行了吗？语文学的也不大好啊。现在小伙是越来越高深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啊！我看都可以当全人恋导演了，自己导的一出一出戏，哎呀，那家老完美了。好，来看一下小伙第一个短片。我们村里人还有人笑我说，就你还学猴机，你能买起啊？学啊，你能买起猴机，我都买飞机了。我家，你家能买起飞机，我家能买火箭了。猴机买不起，确实没有脸面，但是要当了猴机老板就不一样了。于是为了我的脸面，我就拼死努力。最苦的时候，我自己干了2天3宿，没顾其他人，熬了过来，赚了10000块。现在我如愿的当了老板，40万的钩机我买了2个，20万的挂车我也买了2个，我已经不用亲自开了，就去工地看着司机干，然后收钱就行，每月挣大概4万到5万左右。目前在长春钩机界我也有点小名气，
我建立了一个勾机群，我是群主，群里有500人，都是勾机老板。要的就是这个牌面，我们有活就互相帮助，要的就是这个牌面。我家农村有2房，之前没有房子，我觉得没有面子。这心想，要是有个大房子就不一样了。之前就怕有人问我，你这怎么混的啊？在长春连个房子都没有。今年我首付了3万，每月还贷4000，一共花98万，买了个130多平的房子。我就在这儿买这房子，20层，明天就下来了。回老家，别人说这小子行啊，我爸我妈面子也有光，天天可高兴了。哎呀，真热闹啊！你这个这几个哥们儿有在一起是真热闹啊，就是这么被损的出来的啊啊！那个这是常事儿，常事儿啊啊！哎呀，损着损着感觉就有钱了，损着损着日子就过好了，就出息了。哎，损着损着这蛙商会就诞生了。啊，现在大家知道啥是蛙商会了吧？不是跟蛤蟆有关啊，是啥？大林，你那个哥们儿说。哎呀，你要能那个买什么车，我都买飞机又买火箭的，我问买没买呢？我没见过呢。他们是买不起了。那你没买的买了他们呀？那要是我，我只能再怼他两句，干啥玩意儿？你不买火箭吗？谁是买飞机的？对，我是。谁是买火箭的呀？火箭没来。大炮。啊，是大炮。啊，大炮呢？那你们买没买呀？没买。他这证没下来呢，他是等他飞机买了才买大炮。大脸，现在假如他这群哥们儿就在下边坐着呢，你咋怼？就在这边坐着呢。他那哥们儿就是老王，就怼他就行。啊，对，那啥，怼吧。我这车开回来，你那火箭呢？火箭没有地方卖呀，哪个4S店都不卖。那你不说你要买吗？挺大老爷们说话不算数啊，咋的呀？你跟他啥关系呀？你来怼我了呀？我现在是以他的角度，我现在是以他的角度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就他的这些哥们儿，要是听着大脸就这么怼着，都得蒙圈的，会不会啊？啊？会。我就跟你说呀，兄弟，啊，如果要大脸这样的媳妇儿娶进家，你看看还哪个人敢来怼咱了？要娶这样回家，肯定有牌面。哎呦。来，十五号大圆圆，小伙儿，要不你再灭4盏，留4盏吗？咋又排除法呀？嗯呐，啊，对，有点判断不出来。现在就是我要问9号到16号都举手，这边好像死一样的沉寂啊。我们一号三选灭吧，能灭都灭了吧，啊，灭吧。我觉得燕子，啊，刚才大圆圆那个提议特别好。对，咱每个短片过后，咱再给他缩减一下。对，小伙儿，你勇敢一点，敢不敢再灭4个？你就灭他们4个就行，留我们4个，你信我的。你从那头开始灭，过来灭了，来，行。按顺序来，你看见没？就按顺序来的。看见没？完了这一块就按我说的方法来。我说按4个就按4个，我说按顺序来就按顺序来。小伙奔我来的，哎，下个短片完是从那头开始灭，完了之后正好留我俩。薇儿就给16，给十几、13呢，啊，灭了，就留你俩，你俩都跟去吧。对，去吧，老牌面了。薇儿，你是不是觉得老闹心了？那搁那抓抓的，这个狂傲啊，牌面啥的，咔咔的，我也是醉了。我搁这儿都不愿意吱声，你都不知道那个分贝呀，从这个都直接窜那点儿去了。威尔都嫌闹的，你想想吧，这家就是14号、15号也是疯了啊！很明显，男生就大圆脸，他就是奔大圆脸组合来的。灭完4个，还剩4个。